干部啊，就是他跟你作为藏族人的话呢，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基本上是他是教育不孝的，大家都明白。但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其他同胞的话呢，我也问到个别人，就是他们学这个藏文化和藏传佛教很多年，但是呢，人道是留着呢，这个到目前为止有些不知道。我说很可惜啊，所以我就突然就是产生一种念头啊，就是今天在这里呢，给老师和同学呢，就简单的就是字面上做个解释的，比我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其余就是还有稍微价值，就是所以我想第一个呢，它是十六条啊，就是当时中藏干部跟那个这个所有的这个藏族人呢，是这么一个先就是十三，就是然后十三是国境当中有这个十三就是叶宝琴，然后呢就是十六人道就是十六则，人道十六则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当时这个藏王这个他就是确定的，但是他确定的是当时是跟这个藏族，但我们其他民族也好，其他人呢可不可以借助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用他，我们还是一起去看一下。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说是这个金星三宝啊，就是金星三宝，也就是说皈依三宝也好，就是金阳三宝，就是降到了这个信仰。那实际上当时是确实也是藏地，就是80%就是信仰这个佛教的。我们现在台湾来讲呢，实际上就是也有不同的报道，但是呢就是也有说是这个大概可能800万人啊，就是也是有这个佛教徒啊，就是因此真正的这个其实这是同级的，就是如果没有同级的呢，就是也是应该更多的，而且这里呢就是非常大家就是推崇信仰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而言我自己是一个从小的是，就是我们藏族就不需要，就像现在一样的皈依，就是不需要，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从小就是你毕竟是佛教徒，不需要你再办一个皈依证啊，就是再给你盖个这个签个字啊，就是取个法名啊，就没有的，就是当从小就你的这种信仰都是这样的，就是所以呢就没有什么，但是呢实际上确实是信仰三宝就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实在你如果去其他宗教和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非常好。但是呢的确是你如果自己有智慧和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具足的话呢，最好看看就是大藏经，就是相关的这个诸佛菩萨就是怎么样描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人生前的是当下的是社会的事情，人并不是现在就是个别的一些无声人所跟他一样的，就是人只是就是一种暂短的时间当中的一种参观，就是现在这种亵渎满天啊，非常这个可怜的，在这个世界当中自己要有一个非常虔诚的这种信仰，就这是我们人生当中呢最难得的啊。昨天有些人也在说，我今生当中最荣幸的就是遇到了这个佛法，就是尤其是遇到了这个密法，就是这确实我也经常就是发自内心的这样讲，来到这个世界什么成功都是对我的价值观来讲是不重要的，当然不一定是跟我和有些佛教徒一样的，你如果没有信仰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没有信仰的话呢，没有这个行为的底线，没有这个真正的就是自己这个思想的依托啊，没有归宿，到你死的时候你才发现就是原来其实没有任何信仰的话呢，不一定是最高的啊，就是在现在个别这个国家，个别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看看。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要求这个大家就是进行三宝啊，就是对三宝皈依哈，对三宝的这种这个信仰呢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希望有些同学啊，就你们是年轻人，你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自己认为是信仰是可能有些老年人，有些或者说是他们的一种信仰，我这样的这种年轻人呢就好像就是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也许不一定这样的，人生当中的有些有价值的东西呢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可能就是不一定就是看得很准，就是如果你觉得那个是你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到你老年知识一恢复的时候，原来其实是这个不重要的，另一件事很重要的，会有这种想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第二条呢，就是这个求修正法，求修正法这个很重要，就是那么我们就是光是一种皈依不行的，
就是一定要有一种这个需求啊，就是向藏地的一切高僧大德的话呢，抛弃这个生命的危险，到印度到别的一些地方去开始呢，就排除万难，就是精进求学啊，就先移植这个上师善知识，然后呢真正求到这个正法。现在有些佛教徒呢，这是一个皈依，听一个观点，或者说是参加一个法会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不行的。真正的佛法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书本里面，真正的教科呢就是在哪里。那么佛法什么是皈依，什么是法性，什么是度众生，什么是人生的价值观，那这些呢你一定要通过长期的研究和学习。如果你没有研究和学习的话，那你光是一个表面上的信息呢很容易改变啊。别人说这个佛法不是很好的话，因为你没有坚定的这种见解，那这个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呢会改变的。所以我们特别希望的话呢，就是一定要用一种这个就像藏地这个求学的这种精神啊，就我们现在汉传佛教当中呢也有很多人稍微就是懂得这个文思修行。其实文思修行我们特别强调啊，包括这个老师和大学生也好，你从用一种学术的眼光来可以就是进行研究啊。现在很多大学当中呢专门有一些禅学室啊、研究室啊，还有一些这个教研室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研究。如果你是一个行徒的话呢，那你真正要就是去系统的去学习。我听说很多人过去讲中观啊，就是讲移民啊，这是非常好，就是以前在台湾基本上就没有这个听说过。那么现在你们有些呢就是在讲，这就是藏传佛教的真正内在的这个思想啊。如果你慢慢学着，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确实知道啊，就是这种对人生是多么重要的。这并不是我们光是口头上给你们打广告啊，就是不是，我们不需要。真的谁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他的这种光芒呢，就是一直是呈现的。就是所以，任何人也是没办法就是打这个假的广告，也任何人也没办法就是故意的，就是去诽谤啊，就是去隐瞒或者是覆盖它的。这也是就像我们这个金子埋在地里面的话，它的金光呢就是在空中也是能显现的，所以说这是真理的一种表现。因此我想我们比大家呢就是要这个修学正法，就是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就是讲到第三条呢，就是叫这个孝道法，就是孝顺父母啊。这个孝顺父母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可能对这个父母的关心啊，台湾这边我不是特别清楚，就实际上呢就很多在大陆那边的话呢，就是因为很多是独生子啊，就是然后父母呢尤其稍微有一点孝顺理念的呢，就请一个这个保姆啊，就是给父母就是帮助帮助，但实际上自己呢就是一直在外面忙着做事业。那么有些人的话呢根本没有什么良心，尤其是像西方国家的话呢，父母老了以后就根本不去管，就是非常可怜的。现在有钱的没有钱的，而且父母到那个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心情特别脆弱，一句话就如果你说不得当的话呢，就是父母就伤心了，就是非常那个时候呢，就是所以我们藏族有一种说法叫做是什么这个母心如碎，子心如石，就是母亲的心很脆弱，像水一样的。那孩子的这个心呢像石头一样，就非常坚硬，就无所谓。因此没有，虽然汉地以前提倡这个孝文化，比如说孝敬啊、弟子规啊，就这些当中都已经提倡了这个孝顺自己的父母。可是现在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很多人在学校里面没有提倡。因为学校里面现在很多老师和学生学的什么呢，什么集合啊、电子啊，就是这个那个，那学，甚至你在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很多知识都是用不到啊。在父母身上呢，你的很多科技知识要用的话呢，可能父母现在不需要这个，父母很需要就是对子女的一种这个对他的一种孝顺，但实际上现在很多，但藏地呢不想通的。所以我现在也是看到很多可能跟其他民族有一定的差别，不管是家庭条件好或不好，但是大家把父母老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他临死之前就让他快快乐乐、安安详详，基本上是不让他生痛苦，让他好好的
念念佛，让他好好的就是吃好穿好，一定要他的今世来世度大家都会考虑的，就这是除非可能极个别的孝顺人呢，现在的藏地也是是有所存在的，这个任何地方都没有。但从大多数而言的话呢，从一直到啊，就上千年以来的文化呢，就是现在在民间的生活当中，在孝文化上面的话呢，我想在这个其他的很多民族和其他很多国家的话呢，恐怕确实也是比不上这个藏族人。藏族人不管是怎么样，自己经济条件再差，工作再忙，再怎么样的话呢，对父母呢就放在这个第一。这就是一种这个孝文化，按照孝文化，所以这个孝顺父母呢，就是实际上这是非常这个重要啊，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呢，就是第四条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尊重儒德啊，就是尊重儒德。那么尊重儒德意思什么呢？啊，就是当时这个藏王宗藏干伯呢，也是要求就是这个我们的价值观呢，就是应该是尊重、尊敬，就是有道德的。啊，德高望重的人，应该德才兼备的人，这样的人呢，我们指的是尊重啊，就是谁的修，比如说一个就佛教徒的话，他的戒定慧三学，或者说是他是一个世间人的话呢，他的智慧啊、德性啊，当当非常这个崇高的，这些人呢，我们要敬仰他、推崇他、恭敬他，而除此之外的一切虚无缥缈的，外在就是包装的很好，但是内在没有任何的这种功德和学问知识，那这样的呢，就是不一定去故意去吹嘘啊，就不一定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这种社会呢，实际上确实是对这个功德啊，对这个德行呢，就是非常的推崇啊，就知识。那么这种知识的这种观点也好，怎么说啊？就是当地有一句话叫做是什么呢？啊，就是对知识的这种憧憬呢，哪怕是明日事呢，就是今日也要。啊，这个学就是知识啊，今生当中虽然用不到，但是来世呢，就像是储存的财物一样的，就是自己可以享受。所以说，任何一个人有德之士呢，就是大家都尊重，这是现在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人可能有些人现在是可能不是就推崇或者说是恭敬，就是有德之人的时代吧。就是很多人就是什么这个，当然明星当中有些关心名声啊，就是这样的，也有很多的有德行的人。但有些名声的话呢，他只是灌一个吃喝玩乐，或者是他这个皮肤就是可能就是长得比较这个比较这个弄得比较特殊一点啊，就他的这个分饰啊，就追星族特别特别多，就是大家都特别推崇这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到底我们是不是大家都跟着他的话，那会不会每一个人都变成个性球形那个这个明星呢，也很难受，就是可能自己都就根本不会唱歌的人特别喜欢唱歌的明星，然后根本不会跳舞的人特别喜欢什么什么，特别不会演电影的人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演电影啊，甚至为他可以这个付出自己的一切，就是甚至失去也可以，就是自己这种现象，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就变成这样的。但实际上呢，这不一定，所以我们的知识是非常很重要的。那么像以前柬埔寨的话呢，好像在1975年和1979年之间，所有的知识分子全部要杀掉，就是当时他们就是本来这个民族是大概700万人，就是然后在短短的4-5年当中的话，那就是他们就提倡这个红色高棉，就是政府啊，就是提倡这个所有的有知识的人全部要杀掉，就是然后最后呢，就是全部有一个完人抗，就是大概可能你们很多人去过吧，就是10000个人的这种人抗就埋在那里的，现在就发现了，还有这样，就大概是24个省当中都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如果遇到这样的话，那真的很可怕的。那我们这个时代呢，不是这样的，大家也知道，这个大家从总体上对这个知识呢，还是比较这个恭敬的。但是在藏地来讲呢，不管是实践法、出实践法，就真正有这个道德的这些人呢，就是非常这个推崇、非常恭敬的，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就所以大家也要应该，我们也应该。以后啊，就是不管同学老师觉得在谁有知识的时候呢，应该就敬仰他或者是恭敬他，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五个吧，就是要讲这个对就是应该是溺在这个张啊，就是张北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实际上是需要就是对一些对自己的长辈啊，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在这个亲朋好友当中，当然这个老师也好，还要
一些怎么讲呢，就是包括这个哥哥啊，就是还要这个兄长啊，就是这些都要这个尊重啊，就是一种尊重，这是一种一种文明的这个态度，这是很重要。现在有些时代当中，把伤者呢就是不放在眼里，这是特别可怕啊。学生就是不尊重老师，孩子呢就是不尊重这个长辈，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也许我们现在人的这种学问和有些知识呢，不一定就是也许你的什么就是这个长辈呢，就是他是一个文盲，他是一个知识水平不是很高的人，但是他的整个人生阅历和经验智慧呢，远远是超过我们的。如果我们听他的话呢，应该说是对自己人生当中是少数玩弄啊。因此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没有概念，好像对这些老年人呢就是就不屑一顾啊，这些你们闹糊涂要动什么，你们说什么，你们做不上，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我们现在是这个如何如何。那这种说法是确实也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应该说是对自己就是年长的人，知识上也好，地位上，学位，有些人对这个敬上爱幼的这种行为不懂啊，那就对自己的上司也，按理来讲，你的领导，你的老子，你的上面的这个管理人员，你要会学会尊重，学会尊敬。但是有些人不会尊重，在他面前好像目中无人，就是非常傲慢，就是结果呢，你的这个上司呢就是不理你，甚至一句话就把你撤了，就是很容易的。那这个时候你自己非常痛苦，也没办法。现在很多人没有学会做人的，怎么讲啊？就是说应该说是以这个接任待物啊，就为人处事历练方面呢，很多学校里面就是并没有。所以我特别希望有些师范学也好，其他老师的话呢，就是经常在课外也好，课内也好，多加一些就是这样做人。很多孩子的从小都是就是在电脑上玩，一直玩到就是最后来到是真正工作上家庭当中的时候，电脑也用不上，就是那个时候呢给大家吵架痛苦啊，就是甚至选择自杀，就是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表面上看那花花绿绿好像有所进步，但实际上内心很烦恼很复杂，就非常痛苦的一个时代。所以需要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然后第六个的话呢，就是要讲到就是利己向民，也就是说呢这个帮助我们的这个邻居，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人呢、就是跟自己的邻居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缘分。如果你没有就是跟他这个关系很好，我看现在的人呢也是很多人确实对邻居的关系不好，甚至现在因为好多人都是做告了，就是就互相开门的时候互相看一看，就好像特别恨一样的，就是以前人不是这样的，你出门的时候互相看，而且也互相有种害怕，就是不让跟你这个交往，要交往的话害怕这个对方就进来你的家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以后就现在都有一种就是防护感，就是都觉得是就这个人最好不要到我家。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大家都你住在我邻居啊，我们很有缘呐、就是我们需要帮助啊。在以后的时代当中，就是有时候的话呢，亲人不足乡邻啊，就是有时候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就有这种说法吧。有远方的这个亲人，你真正是家里什么出现一些病人啊，有些事情的时候，远方的亲人不一定来得及，就是他还要乘飞机，还要你旁边的这个人，如果是帮你经常帮助他人的话，那你身边的这个人，你帮助他的。以前有一个故事叫这个，有一个餐厅就是他特别帮助就周围的这个乞丐，就其他人都嗤之以鼻的时候，他们家经常帮助。结果有一次出现一场祸灾，就是周围的房子都全部烧灭了，但是他们家呢就是所有的这些乞丐过来就是帮助他们，就是把里面的东西也全部搬完了，就是然后所有的一群乞丐就是把他们的家已经抱住了，就是因为他们经常爱帮助这个乞丐，就是平时旁边的人都经常讨厌这些一群乞丐，但是后来确实他们家就抱住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同时对自己身边的人，现在很多人就高关系，我觉得是国王就是当时还是说得很准的，就是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我们说是人际问题啊，就这些问题都是在当年1600多年前的时候都已经就是说得淋漓尽致，应该是非常有必要，大家也是应该看看，不要
特别的能磨吧，就是有一种我看到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跟不像以前那样，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派色，有一种完全是一种置之不理的状态，就是那这样不一定是很好的，就是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六条。那么第七条呢，就是叫做是致眼精神啊，就是致眼精神。那么致眼精神呢，我们说话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实际上是一方面就是应该不要这个钻了牛角，现在的是很多人特别爱气语，有时候不敢听别人的，一听了以后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现在有一种口头语言叫做是别人说话都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就是在外面都有，就天天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这说完了你还要再问一个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如果假的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呢，就是你们这边没说是吧，看韩剧很多人说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还是假的，那个就是说，所以这个说法呢，一方面是确实要这个就是人这个语言就是政治，就这是该说的，有些语言呢这样没有必要，就是给别人就问多问，就是真的假的，就是你就直接人人都说话很真实啊，就是在秦俑书里面就是说真实语言啊，就是说这个甜蜜的语言呢就是颠倒语言，有三种语言就是分析的。当然这个俗话的时候呢大家也要谨慎，我们藏族有一种叫做是说一句话呢就是看就是当场的这个人的面，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你要说话的时候有一种技巧，不要一句话就得罪这个得罪那个，这样不是很好，说话要谨慎。我们平时也经常说是什么这个祸从口出兵从口入，就是所以一般的这个祸害呢就是从你的语言当中说出来，有些人就是一句话就让这个得罪了这个现场的人，所以我们呢有时候说话的话啊，我说别人的过失，比如说我要说某某宗教不好的话呢，我先看看我周围有没有这方面的宗教的人，然后我要说一个人什么什么文化不好的话呢，我看看就是周围有没有，我们比如说我看很多人现在不会说话，怎么不会说话呢，比如说我们有十个人就是一餐桌说的时候呢，明明看到就是这个人说的话就是起码得罪就是里面的一大堆的人，但是他自己就是好像觉得是我语言很直，我人很直，就是他直接说出来，那直接说出来了过后呢看到大家的表情都不好，就是都就是本来是这些是没有教养，就是结果呢他的一句话就是大家都胃口都不好了，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说话要谨慎，就是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呢就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八个呢就是和的这个亲友啊，就亲友甚上，这也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的很多这个亲朋好友啊关系就是是好是坏，今天好明天不好，人心变得特别特别快，不要说是这个亲朋好友，就是你可能就是今天成家明天就是离婚，就是前一段时间在过庆的时候的是今天就是结婚，就是明天过生活，第二天就是离婚，就是有三天的，就是有些新闻上也有这样报道的，所以人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都是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就是其实人就是借在一起，不管是你家人也好朋友也好，还是人和的关系呢有一定的这种缘分，那有缘分的话呢已经变成了这个师徒关系也好，或者说是你是这个互相同事朋友的话呢，你这种亲养生长面面不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我们的这个我的上司这个上司如意包的话呢也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视这一点，昨天我来到台南的时候我说当时那个就访问这个殷勤的时候有个别的一些这个真理的佛教徒啊，就我问就是他们一夜的，他们很多人现在还在这个学习啊，就这说明是他们的一种信心，他们的一种这个亲友身上的一种表现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有时候是现在很多这个包括你的电话上面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很亲热，就是互相留电话留名片，再过两个月再过两年以后的话这些都不用了，好像你们之间关系都不好了，就是然后又要通通的删掉，就是一个一个删掉，甚至有些就是弄到黑名单去，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亲友不甚长，现在松赞干布当时都就要求我们就是21世纪的人们呢你最好是先不要这个真的有这个很多人之间有什么这个亲朋好友的关系，其实有的话呢这是一种缘分，这种缘分呢你要这个珍惜，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呢今天特别热情热的要见的可能互相的少了，就是明天特别冷，就是冷的马上接成病了，就是
那这样的关系也不一定很适合，所以我们要向导就是这个情引慎长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那结果呢，就是说啊，追溯这个告圣告状原主，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大家都所需求的就非常简单的什么钱财啊、地位啊，简单的一种生活啊，很多人没有就是更高的一种理想啊，就包括一些遗书啊、哲学啊、宗教啊，还有这个关心就是自己的来世啊等等，就是这些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一种目光短浅，就是可以说是一种树木春光啊，就没有很多的这种远大的目标、远大的想法，就啊只要得过且过，把生活过完了就可以，我眼前的这辈子了就可以了，就没有很多的要求，这也是非常这个不合理啊，就是这是第九个。那么第十个呢，就是说这个饮食有忌啊，就是饮食有忌，我们吃饭啊、用菜物啊，都要有一种这个戒制，要戒欲，一定要用这个什么君子爱财啊、这个去之有道，就是有这种说法吧。就是大家我听说你们这边铺张浪费也是比较厉害的啊，就是说去年的这个浪费的话呢，就是全部如果加起来的话呢，26万人，就是在20年当中，就是低收入的这些人呢，就20年当中都是可以用的生活的，就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可能西部的就是就失去这个负责，就是不太合理。应该我们自己饮用的这些菜物，哪怕是这个任何的这种食物呢，就都不能就是过于的这个浪费啊，就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本来想讲的细一点，但好像时间过得比较快，是吧？嗯哼，没办法，对吧？不过这样唱一点也可以啊，倒是问到环节，稍微明显点可以，是吧？这样的，这个是第四条，然后第十一条呢，就是做这个追溯旧恩啊，就是知恩善报，就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以前自己有恩德的呢，就都不会报恩，都不会这个知恩。其实人不一定在一生当中能所有的这个恩德都报得上，但是你至少也是知恩。啊，哪怕是你不能报答他的恩德的时候，你口头上说啊，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你帮过我，特别感谢你啊，谢谢你啊，说这么一句话的话呢，可能确实是在寒冬牢狱当中，心里有一种温暖了、就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心里面想着这个人对我有恩德，但是口里面说不出来。现在有些人是比较含蓄，就是该害羞的时候不害羞，就是不该害羞的时候好像不好意思说，哎算了，这个人对我本来的是很好，我困难的时候帮我，但是我不说吧，他有他心痛，他应该自己知道吧，我说别人也不知道，别人认为说我原来帮过他，但是现在一句感谢谢谢两个字都是没有。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是人确实是需要就是给别人有一种感恩，能报答他救恩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有些老师呢，这个我现在你就当这个成功的时候呢，原来在你小的时候有些老师就给你教过书啊，对你有恩德的话呢，应该就是特意去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财务给的话，那就是到哪里哪怕是一朵花，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心灵的这个表示，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我只有在路上有一朵花见到了，我今天献给老师你，我当年如果如何的话，那老师就是尤其是老师当时可能会老了，就是那他心里很高兴。所以有时候是我们的这个感恩心啊，感恩文化，就这就是藏文化当中非常这个提倡的，就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十二个呢，就是及时还债啊，就是惩赌这个无期，这也是商业文化、企业文化。那么我们实践当中就叫做是那个什么这个豪什么豪犯豪劫，就是灾难不灾劫不难，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吧。现在很多人喜欢就是借钱，就是但最后根本不还，就是然后怎么样，就是最后的是需要这，他这样的话佛教里面就是叫强盗，就你借了那以后再也不还了，就是然后那种行为的话就确实是不好的。就是任何一个这种财务啊，就是你如果会借的话呢，就是那到最后你自己有的时候马上，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不懂，就借完了就完了，就是然后就自己即使有这个能力还的话，那就是不还，那这样不合理。即使你实在是没有能力还的话，你口头上经常的要说啊，我现在暂时有点困难，就是最近就是我一直在如你当中，你当一当，我过一段时间就是一定会是还给你，
那你不断的给他安慰，不断的安慰，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的话呢，就是这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事啊，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的话，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缺斤少两的这种行为，就是因此呢，在原来的这个仁和的这种教育呢，就是很正当的合理的途径来进行教育啊，就我们凭这个良心和凭信任，就是凭真心知性呢，就是进行教育，就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十三个呢，就是戒除贫戒除什么？戒除嫉妒啊，就戒除嫉妒，大家都知道，整个人类历史上呢，包括就是这个一些皇宫里面所发生的也好，很多大的事情是以嫉妒心啊，嫉妒心强的话呢，表面上看呢它是一个心态，但实际上在嫉妒心的驱使下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各方面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所以呢，嫉妒心呢，就是可能以嫉妒心强的时候，自己也很容易就是会注入这个就不明智的路，让你的行为当中呢，就是让很多人呢、也会就是产生无比的痛苦。所以我们嫉妒心呢，跟所有的烦恼的心态当中呢都不同的。我们有些，尤其是一些女众啊，就是我发觉当中的话呢，女众一般的可能佛经当中也有这样讲的，就是在男士的话呢，就是心态稍微平衡一点。你总的话呢，稍微就是敏感，就是怎么讲，就是稍微就是别人的什么这个打电话，别人的就说话，就马上就是，而且你总特别喜欢误解，就是这个误解那个误解，就是跟自己的家人啊，跟自己的其他的这个同事的话呢，分别也比较细比较多，就是就这个所谓男士的这个烦恼还是有，烦不人的话都有。但是尤其是女总的话呢，我并不是这个对这个女总这个诽谤啊，就是不恭敬啊，就是没有这样的。因为女总事实根本节当中也是对女总不能特意这个诽谤，不然犯迷信根本节，所以说我没有这样的。但说实在的，如果我们客观的判断的话呢，有些女士呢跟男士这个还是有一些差别。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千万就是要这个嫉妒心啊，就是嫉妒心很容易升起，就是嫉妒心的本质和嫉妒心的这种作用呢，大家也应该很明白的，就是这个。然后第四四个呢，就是说这个不听邪说啊，自知主见，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呢，就是经常有一些邪门歪道，就是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歪道的话，我们并不是说是佛教以外的歪道，就是说不适合真理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宗派也好，就是这些呢都是叫这个邪门。那么他们所说的有些呢，我们没有必要去听，没有必要去，自己应该有自己的主见，不要人云亦云，应该有一种自己的这种主见来就是进行设置啊。就是所以说人没有主见的时候呢，就是说实在就什么都是睡不住啊，就一直跟着别人走啊。那这样的话以前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看的话，有很多行为是因此而这个造成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话呢，人一定要有主见，尤其是一些佛教徒的话呢，那你自己一定要你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传承、自己的上乘是什么样的。你首先是用认认真真的去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不能顺便就是别人的一些邪说啊，别人的有些邪说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目的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我以前也是写过一些破除邪说的呢，也是特意一些去说过。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说实在的，有些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这种可言的。但是呢，就是自己用其他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起来的时候呢，也自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行为。在这个时候，作为佛教徒应该有自己的主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呢，他自己也有应该自己的一种个性。就是这个时候没有，就是风吹草动，就是特别容易改变的话，那人就是不是是真正的一种这个智慧的这个象征。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就是不得不承认，就是人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保持自己的这个正见啊。我们佛教当中特别强调正见和定见啊，这个定见没有的话呢，学佛也是学不成的。因为你的心性和你的行为都是不坚定的，就像是一种水上建筑一样的，就是特别特别不稳固。今天这个人说就是跟着哪里去了，明天那个人说就跟着哪里去了，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合理的。就是应该是自己呢就方我们方方瑞宝要接近原理的时候呢，他说过两句，
他说这个这两句话只有八个字，他说是摩舍自导，摩舍即导，无辱他心，就这句话非常重要，就不要把自己的，你作为一个佛教徒呢，你佛教徒自己的这种道呢，就是不要这个身边的设计，也不要绕到别人，这是像我们发往的弟子的话呢，都是在把它当作一个人生的这个个样，人生的一个目标，在人生当中，人生一件事情，我既然是做这件事情，不能随便要的话啊，有现在有一些人呢，好像有些上师的弟子，就是今天跟上师很好，然后过两天的时候呢，别人说就这个这个这么不好啊，对对对对对不好，就是让我们啊，今天说这个也不好啊，对对对对那个也不好，就是就一直特别特别容易改变。那这是我们自己说明没有定解。如果你有定解的时候呢，你简单的一些语言根本没有。比如说像我，我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有坚定不移的定解。我说实在，听上我自己也是发自内心在说。哪怕是真正有人杀我看我的时候，因为这个凡夫人的这种感受极其痛苦的时候不好说，除此之外呢，对佛的信心是不会改变的。任何一个人给我说多少的话呢，因为我自己在造念的时候，经过20多年潜心学习，最后我自己找到了定解。这种定解是并不是别人就是洗脑，并不是别人什么就是让我展示的一种。所以我们佛教也好，就是其他你们一些任何的知识分子呢，自己要有一种铸见，人要自己的一种头脑，不要就是天天的是睡着别人的这个后面，就是然后骗来骗去转来转去。那这样子其实佛教徒也是有些人是就经常这样的，就所以我看不惯不行，你看下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文语怪人，我要说话呀这个温和一点，对不对？不能，而且少数不能说得很懂，我刚才说的有点多了，对，这两种没有做法，就是我们说话不能太冲，不能太这个用说一些暴力语言，因为我们经常就是说言多必失啊，就是说话就多了以后呢，会说很多，还要就是经常说这个口称什么口出不胜之语啊，然后呢就是如逆人之见，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孝心，就是会说出很多的一些不好的语言呢，就是让得罪很多人，一句话就是让别人可以跳起来，一句话呢就是让别人可以笑起来，一句话也让别人呢可以哭起来，一句话呢也可以让别人就是心里不高兴，就是会死了，就是又这样。原来有一个公案，就是说是有两个人啊，一个人说是问就是你喜不喜欢我，就是然后另外一个人呢说是我不喜欢你，就是是真的吗，就是真的，拿你当一当，就是然后那个人就是自己死了说的，就是所以说实践人就是一句话啊，就是说也许是他真的也许是不真的，就是实践的一个真实的新闻，但是他说的不喜欢就是这几个字呢，就是让一个人死了。所以我们说话呢就一定要就是注意，就是有时候是不能太这个粗暴，就是说话。所以佛陀在这个佛语当中的话呢，我还有2分钟啊，怎么讲？佛陀在佛语当中呢，就是比如说四善里面，身不善意，就是有三个；意不善意有三个；欲不善意有四个。不说妄语，不说绮语，不说逆见语。不说粗语，那这样的话，说明我们的语言呢还是很重要。大家在说话过程当中，确实这个没有特别必要的话，那就是少说好一点。我也就是说少一点。下面就是第六个，就是担当众人啊，就是狂吼大念，就是这是中正干部最后一句呢，就是说我们人的话呢，应该是担当众人啊，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人才很重要的。而且这个心态要宽宏大量，不能以小的事情斤斤计较。现在很多人吵架，现在很多人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战争和斗争的话呢，很多是小事情而引起的，很多家庭的战争呢全都是小事而争的，如果是大的事情而战争，冷战日战都不是很多的。所以特别希望呢，就是大家应该做一些有利益的对自己的民族也好，对社会也好有利益的，这些承担重任很重要。而且平时在生活当中呢，信仰旺火，在我们藏地呢，
确实很多人也许可能这个超远呐、蓝天呐、也许这个环境给人带来的，就很多人的是心里就比较这个宽宏大量，就比较就是综合，就也并不是一个小小的这个事情呢，整天争来争去就不会这样的。所以说，特别希望就是大家应该注入一个心底宽阔的这个世界，在这个时候呢，自己也是快乐的，他人也是快乐的。平常我们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自信，要认识自己的心的本性，同时呢，要尽所能及的就开始要就是利众人，这就是我们真正就是今天就是所寻找的这个文化的最究竟的这个意义。好，谢谢。这帮国盲学员的个性称雷，我们这里台湾藏传佛教网络电视台希望经由这个平台释放大的给予批评指正护持与关爱。阿弥陀佛。Thank you.